还记得红白机的魂斗罗和双截龙吗？嘿嘿，怀念 2D 动作过关游戏的玩家们，今天电玩宅速配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款手机游戏，叫做 Beatdown， 就可以让大家来尽情的挥拳，好厉害啦！赶快来看看我们的呵呵哈嘿报道。Beatdown 是由许多优质 2D 动作游戏的 Revenus 所推出，游戏秉持着 2D 点阵图美术风格，玩起来就像是经典游戏《双截龙》一样。流畅的动作与多变化的敌人意外的让人上瘾，而地图设计上也有陷阱与武器可以拾取，当怒气值满了后就会进到狂怒模式，爽快度更加分。有兴趣的玩家赶快打开你的手机下载游戏，尽情的挥拳吧。